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迷你特工队的赛米、鲁西、福特和麦克斯要来接新伙伴了，会是谁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是红色战士赛米，他选择了红色的车库门，里面会是什么呢？好，是消防车罗伊。哇哦！那它还可以变形，让我们来动手试一下。他还给我们带来了礼物，是一个蓝色的变形蛋，会是谁呢？头上有三只脚，这是三角龙。赛米要带着自己的新伙伴一起去拯救世界了。黄色的战士麦克斯也选择了和自己相同颜色的车库，哈哈，里面出现了直升飞机海莉，那给海莉也变身吧。海莉也给我们带来了礼物，会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黄色的变形蛋，里面会是谁呢？哇，长长的脖子，这是万龙，看上去好酷啊！迷你特工队的战士露西选择了绿色的车库，好，出现了救护车安巴，那他会不会变身呢？让我来动手试一下。机器人安巴登场，哇塞！那他也给我们带来了礼物，是一颗黄色的变形蛋，这会是什么恐龙呢？好，这是一只剑齿虎，你们猜到了吗？蓝色的特工战士福特也来到了车库，他会得到什么呢？好，是变形警车破例，让我们先来给他变形。好，珀利也变形好了。哇哦！珀利也给我们带来了礼物，是绿色的，这里面会是什么呢？它有着短短的前肢和锋利的牙齿。这是霸王龙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玩奥特曼给我们带来的惊喜玩具。首先是迪迦奥特曼，来看看它的红色奇迹蛋里面是什么呢？不好，是超古代怪兽格尔赞。他对迪迦发动了超音波光线。看来要使用大招了。迪迦拳，哇，好好神奇啊，倒下的怪兽变成了两辆小汽车，一辆红色的和一辆紫色的，那他们要怎么玩呢？看这里，三二一，锵锵，瞬间合体，这是胆星侠里面的烈火雄狮，我们还可以把它从中间分开。是不是超级有趣呢？再来一次。哈哈，实在是太厉害了。接下来看看罗布奥特曼给我们带来的奇趣蛋。好，是宇宙恐龙杰顿。看招，罗比姆光线。怪兽终于倒下了，它已变成了两辆小汽车，是红色的和绿色的。那这又会是谁呢？让我们来合体试试。这是战地狂犀，那
看奥特之父给我们带来的奇迹大礼又会是谁呢？是机器人金古桥、究极之刃。金古桥也变成了两辆小汽车，是黄色的和蓝色的。那他们会不会合体变形呢？让我们动手来试试。3、2、1。好好帅气啊！这是疾驰英雄。最后，让我们来看看赛文奥特曼给我们带来的惊喜玩具。是一只鸟形的怪兽。好神奇啊！鸟形怪兽也变成了两辆小汽车，这是两辆黄色的小汽车。那它们能合体变形成谁呢？让我们来看一下。哇哦，一次成功，实在是太厉害了！今天我们要和哪吒一起来玩字母变形的玩具。哪吒呢，是最近火爆了的一款电影。他手上拿的呢是他的乾坤圈，然后这是火尖枪，脚上踩的风火轮。来看他给我们带来的字母 A 能变成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动手操作一下。这里呢是他的腿部、尾巴，然后翻转他的头。哇，小朋友们快看，这是一只恐龙，它背上呢有很多尖刺，像是一只剑龙。再来看第二个哪吒，它额头上的图案呢是魔丸。这是哪吒的开心表情。再来看数字 B 能变成什么吧。同样呢，从这里打开是他的腿部，打开背部，头在后面。接下来呢是尾巴。哇，快看，这是一只凶猛的霸王龙。难怪哪吒这么开心呢，他遇到了森林中的霸主，最厉害的恐龙。再来看，这是哪吒微笑的表情。那么字母 C 能变成什么？噔噔，这是一只四脊龙，也是恐龙的一种哦。最后一个呢是凶狠的哪吒，他的表情看上去呢非常生气。那么字母 D 能变成什么呢？哇，这是一只雷龙，非常可爱，它的体型呢是偏小一点的。那么小朋友们，现在呢我们要用这四个字母变形组成一个机器人。哇，可以看，这就是我们用四个字母拼装起来的机器人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了。看完节目点赞订阅，下期再一起来玩，拜拜。